大家好啊！原來餵食今日咧，大運哥又有食神刀啦。點解呢？我最中意食嘅其中一種歐洲菜式葡國餐。咁食葡國餐，梗係要揾翻個最好嘅，我認為地道嘅葡國餐師傅就係 Mike's Kitchen 老闆阿 Michael 哥。歡迎歡迎。依家咧，佢就會話俾我哋聽咧，點解嚟到呢度就唔會走雞啊？咁但係介紹埋第二位嘉賓先，就係我嘅好朋友、好前輩喺歌唱方面，就係方依琪啦。Hello， 年紀好近嘅咋，唔好搞錯。大家好。咁我哋嚟到呢一個地方咧，就係叫做葡會米酒雞葡國餐。喺我台面咧已經有個水果酒啦。咁啊，方姨，係肚餓嗎？你請我嚟，我梗係幾日唔食飯都要嚟啦，係咪先？等都等你一餐嘅咋。係啊 ，Michael 哥咧其實就好忙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抽一個時間就到佢。嗯。咁我哋至可以安安樂樂食呢一餐葡國菜。咁就事不言遲，來吧，我哋飲杯先啦， okay. 好唔好？多謝曬你，多謝曬。係啊。Thank you。好啦，所以原來餵食真係好正啊，對我嚟講。哇 ，Michael 啊，呢個酒咧非常之好飲啊，但係咧我有問題想問，可唔可以揸車飲咗之後？你唔好睇小呢杯酒。嗯。我佢嘅酒精都幾高嘅。係。我諗一杯頂曬籠㗎啦。一杯啊？一杯。哦 ，OK， 咁我飲大半杯啦。唔係喎，聽講你有愛好千杯不醉喎。呢個第日先話俾你聽，飲咗先係算。好 ，Michael 台面我哋有咁多嘢。咁葡國餐咧，平時咧都有小食㗎啦。係。咁喺呢刻咧，為咗唔需要大家喺度成日討論究竟食邊飯小食，好似飲茶啫嘛。係。咁我就做咗個小食拼盤出嚟。嗯。咁喺個拼盤之中咧，有最流行幾個葡國小食咯。嗯。有炸魷魚啦。炸魷魚。四季豆。葡國腸。葡國腸。嗱呢個咧就係麥嘅要求。麥嘅要求。係啦，全世界都知道呢個咩嚟㗎。係啦。跟住咧就巴西蝦。OK， 但係有時買架要求咧係圓嘅喎。哦，度度做法都唔同嘅。OK， 平時係蛋形，但係有好多都係做圓形。好，開始餵食啦。不過仲有個沙律喎，好似。哇！好靚個沙律。我哋平時咧就小食咧就一定會跟沙律。係。點解咧？你有少少菜配翻啲小食嘅。啱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唯一嘅招牌沙律咧，就係番石榴啤梨沙律。係。就用番石榴，新鮮番石榴、新鮮啤梨，用個啤梨汁去挑個沙律醬出嚟。哦，真係開始好開胃啦！聽到我聽見都個肚已經，我想問埋多一個問題啫。你嘅盛載器係咪會揀過你呢份咁得意嘅版？係嘛？我哋都係特登揀呢個款式。係點解咧？咁樣排咗啲小食咧，第一。擺到咁多款幣咧，佢上台係幾特別，即係唔係分開幾個小碟一版過？係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飲杯就可以起快。方姨咧，你將跟住邊樣好食嘅咧，就同啲觀眾分享下，好唔好 ？OK。係啦，我就專注啲食個沙律啦，呢排肥咗少少。呢、這個蝦咧，頭先食咗第一啖，非常之正。個產地咧，原係嚟自巴西，真係哇，好好食，好爽，嗰個好味。你唔食咧，就真係嚟走雞啊！啊，已經食咗一個咁精彩嘅頭盤，好彩有個好令我好 balance 嘅沙律。咁而家嚟到咧米酒雞，就唔可以唔食嘅另外一樣嘢。沙甸魚其實佢寫就好簡單，海鹽燒沙甸魚，但我諗做嗰個功夫咧，同埋條魚本身都要請阿 Michael 同我哋分享一下啦。咁香港人咧，有好多人咧去澳門咧都係食沙甸魚嘅。係啊，個香港咧就少地方有得賣，係少地方有得食。咁沙甸魚咧，
actually 無論有邊個去葡萄牙咧，都係要食噶啦。我想問咧，呢個沙丁魚係邊度嚟嘅咧？我哋呢個沙丁魚咧，我哋係喺葡萄牙過嚟嘅。真係葡萄牙過嚟嘅喎。嗯。咁你會見到佢個 size 都幾大嘅。係啊。咁我哋見啲罐頭係咁細嘅啫嘛。有陣時咧，罐頭咧就係、是、都係呢個 size， 但係有可開咗兩三。明白明白。嗱，食沙甸魚咧，好多人咧，好多骨啊，就如果好多骨，就唔係幾咁喜歡嘅。但係食親沙甸魚咧，都有少少技術嘅。係，聽你講過，仲話好似連輪都唔使刨嘅喎。唔使起輪。嗯。第二唔使湯。好啦 ，Michael 表演啊，點樣食沙甸魚啊？大家睇清楚啊。唔使湯，唔使起輪㗎。落一刀，跟住咧喺中間呢個位。喺個 body 嗰度嚇。係啦，開一刀。喺個肚係啦。嗱、okay ，開完之後咧。向橫，向橫掃。嗯。咁你第一時間咧，你呢兩嚿肉咧就起咗啦，個肚。係啊。有啲人中意食個肚嘅。哦，食得嘅。中意個甘味，食得。有甘香味噶嘛？應該。我成日叫佢做潤。跟住咧，嗱，你起咗呢幾嚿肉之後啦。係啦。你跟住喺中間呢度。哇！起條骨出嚟啊！起條骨出嚟咯。咁呢啲嘢。即係要揾老婆出現喎，而家時間，因為啲老人家咧，我咧唔做啊嘛。平時唔係你起俾個老婆食嘅咩？平時嗰啲魚咧，我淨係叫炒魚球，冇咁細心㗎我。頭先阿 Michael 講咧，如果喺葡萄牙食嘅沙甸魚咧，比呢仲要大啊，可以有成尺長啊，佢話。係。仲要新鮮嘅，係咯，仲要新鮮切咗嗱，切咗先至落檸檬嘅，係啦，跟住唔係落曬啲檸檬汁落去，你可以落少少檸檬，擠上去，係就咁食就得，咁食。我想問下個配菜咧，薯仔啊、蛋呢個咪正常嘅葡式？喺葡萄牙，人哋呢碟沙甸魚咧係一餐嚟㗎啦。哦，一個人食 main course， main course 四條，包括埋雞蛋、薯仔、配菜。哦。咁我哋就分享一下啦，好嘛？而且我都要試下，我又可唔可以切到你咁靚啊？可以試啊！你試下啦！你試下得唔得？咁啊，梗係方姨手勢好啲嘅。你先下啦！你嚟啦！你嚟啦！唔好係，大家嚟，大家嚟，大家嚟。你試下。好啦，我試下。好。好，上五寸下，輕輕切開個魚頭先嚇，跟住咧喺中間喺個魚身嗰度咧開半一半到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就向呢邊方向咧，就攞開咗半條魚肉啦，又得過真係原來，唔錯嚇，我都尚算成功。咁跟住喺另外呢邊咧，我又反開咗佢。好啦，咁而家嗰個中間嘅魚骨就出現咗啦。咁呢個時間咧，就輕輕手試下先。係啦，方姨你成唔成功啊？我幾好啊！OK。OK 啊，我望到啊，好靚，好正。你睇下條中央魚骨啊，出咗嚟啦。啊，嗱，即係大運哥唔係話隨便噏嘅，真係做噶。咁樣咧，攞咗條魚骨出嚟，誒呢度切開少少先。好啦，咁咧一條好完整嘅沙甸魚就俾我搞成咁啦。咁當然啦，仲要再經過檸檬汁來了。哇！人哋一個人食四條喎，我哋四個人一人一條咋嚇？好，咁啊加埋檸檬汁，咁就正宗嘅一個海鹽燒沙甸魚就 ready 啊！檸檬我 keep 住啦。好，嗱大家唔好客氣啦，中意就嚟米酒雞試下切沙甸魚嘅滋味都幾好嘅。我要食嘢啦。頭先 Michael 講咧，原來沙甸魚側邊嗰啲配菜咧係霎嘅，好啱曬我咯。我又唔中意落鹽，我仲唔中意落油。不但原來咧，佢可以出嚟嘅時間咧落少少鹽，好正，啱曬我，我一定。啱啱咧就食完個沙甸魚，又嚟一個。好靚嘅菜，咁呢一個菜咧，我就想問下 Michael 啊，其實咧，中式嘅乳豬同葡國式嘅乳豬有咩分別咧？
個重點係個皮。皮。你會見到咧，我哋葡國呢個乳豬咧，個皮係乾身嘅。嗯。OK。係。咁中式乳豬咧係篤過，係沙皮嘅。沙皮嘅。係啊係啊。咁變咗咧，佢哋咧就可以掛一段時間都唔會腍嘅。哦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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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葡國乳豬咧個重點咧，你一定要食到呢個皮係脆嘅，係。Otherwise 你就失敗咗。啊，你會見到你一切落去咧，個皮係卜卜脆嘅，係啦，好似食薯片咁樣。唔係硬皮豬嗰邊。唔係硬皮豬。仲要係你要點，即係要預備啦，同埋要嚟到先再燒嘅，我都知。唔係個重點咧，個客訂咗，佢一到。我哋就計時間啦，要幾耐會上乳豬上佢張台，咁我哋就計時間就埋尾，有可能焗15分鐘，跟住焗完喺焗爐出嚟之後咧，就差唔多即刻可以上台啦。明白，我真係新鮮，係㗎，係啦，焗燒。不過方姨你記住啊，葡國豬咧就唔會先上。我哋嘅大紅乳豬咧就先上，所以佢要好留意個客人。吃到哪個位置就準備燒豬了，那我們就不要等它攤凍了，又要試一下不用蘸乳豬醬啊，這盤沒有，我就不見你有醬，自己來了，那就好，自己來了，多謝，飲杯飲杯飲杯，好，飲杯，多謝，好像我飲得多過你，劉律師，我們這條乳豬呢就配我們為什麼叫肥仔炒飯呢？話實話，因為很肥的，師傅。肥仔炒飯的意思就是他這個飯很豐富的。上台那一刻，他就有一個很大的兜，兜裡面就擺滿了這個炒飯。哇，滿了的？滿了。接著呢，在面上就鋪了乳豬、燒雞、葡國腸、煙肉，鋪了一些肉類在面上。真的，我們的盤菜。是不是很豐富？哦，明白。好似中式盤菜咁樣，係咪一家人圍埋一齊？哦，我哋平時我細嗱，後邊呢個咪一家人咯。係即係開飯啦，咁就一大。聖誕咧，我咪坐埋一齊去食咯。咁但係點叫肥仔咧？我哋譯佢花名叫肥仔咯。哦，即係食咗之後，個個都好開心，變咗。咁你呢個炒飯本身落啲咩落去咧？我見到有菩提子，係嘛？提子乾，燈籠椒，橄欖，雞蛋，葱，蒜蓉啦，茄唔係茄醬，茄膏，茄膏哦。但係呢個飯我哋唔炒嘅喎，我諗你睇電視都睇我做咗幾次啦，我哋唔用油去炒嘅，一蒸熟咗啲飯之後咧，就擺曬啲嗱，全部啲材料咧，佢哋都撈落去，係煮熟咗嘅嗱，又唔係葡國腸嘅，就全部啲材料咧擺落個飯嗰度，用個手兜。哦，用手嚟兜嘅，係，咁好易啦。咦？但係我戴住手套，可以練嗰個鐵砂掌。咁你會留意到個飯咧，唔好油膩嘅。你平時炒飯，因為你冇落，唔使落油。呢個唔係蛋絲嚟嘅，係蛋絲嚟。係蛋絲嚟㗎。蛋絲都切曬絲，一路砌落去。係咯，炒完咧就剁碎佢咯，跟住咧嗰啲葡國腸咧就喺個煎 pan 煎熟咗佢。我會試啊，不過我已經剩咗一半嚿豬啊，諗緊點樣處理。呢個乾淨，呢個乾淨。呢個炒飯咧有少少甜甜酸酸嘅。我嚟。點？其實你哋炒咧係俾用手去揦嗰個撈嗰個飯，即係唔係揾個鑊鏟嗰種。係啦。重點咧。你一定要用新啱啱煮好咗熟嗰啲飯。啱啱同我哋中國人嗰啲隔夜飯炒冷飯調轉。調轉。哦，佢係要新鮮嘅飯嚟。新鮮飯。哦。仲要啱啱熟。啱熟嗰啲。熱辣辣嗰啲。熱辣辣。咁咧就倒曬啲配料入去。就用個手去兜。變咗。嗰個飯熱咧，佢唔會索嗰啲味嘅。個飯熱啊，你嗰啲茄醬啊嗰啲咧就會索曬個飯。我食咗好香個茄汁。咁餐廳每晚係咪一早已經撈定一兜飯喺度嘅？朝早。朝早啊！即係一盤盤整好曬，準備。朝早一翻嚟咧，就四盤飯喺焗爐蒸咯。OK。
因為呢個應該好賣得嘅，不斷咁有人食啊。好，比較特別點解咧？呢個飯咧，澳門都冇得食。係啊。葡萄牙都冇得食。又會唔會係唔同國家？唔同葡萄人。屋企係獨有嘅。係啦。點解你啲廣東話咁好嘅？我喺香港出世嘅，香港大嘅。試下。好，嗱，乳豬之後咧。又是到一個我很期待的菜，因為我看過菜牌是有砵酒會牛尾，紅酒會牛尾我就吃很多。為什麼 Michael 搞個砵酒出來？這個你可以賴我阿嫲，又關你阿嫲事，又是我阿嫲教我，肥仔炒飯又關你阿嫲事。他平時說紅酒去炆牛尾咧就比較酸啲嘅，酸。咁佢咧就成日，你用紅酒你要補糖，要補糖係。咁佢知道砵酒入邊咧，佢入邊喺個砵酒入邊咧已經係有好豐富嘅材料嘅。咁佢覺得我用砵酒去炆，我又唔使加糖，係。同埋要加埋砵酒入邊嗰啲香味入，係。就搞到砵酒炆。咁你個成本就重啲㗎啦。去到呢下咧，成本冇關係嘅。咁啊，最緊要好食。Michael 講咧，佢唔知幾多磅嘅牛尾就落一大支砵酒。36磅。36磅嘅牛尾咧，就用一支砵酒炆佢出嚟。但係我哋嘅配菜咧，即係唔好睇下咁簡單啊！以為有人擺幾個麵包喺度，原來個豬仔包都有故仔。哇！我好中意食豬仔包。就係豬仔包的故事啦。怎麼樣？豬仔包是香港一個差不多是一個文化嚟㗎啦。OK。但係今時今日咧，大家都會知道喺出邊街咧好難買豬仔包啊。嗯，係啊。咁搞到我哋而家自己要做，自己做翻啲豬仔包。自己做嗱呢度咪雞嗰啲咧？呢個咧就係我哋薄皮豬仔包。OK。餐廳經濟啊，即係外脆就內軟。係啊。搣出嚟嘅時候，我聽到沙沙聲。咁。好多時咧，我哋啲客食牛尾咧，佢可以選跟飯、跟包或者跟蒜蓉包。係咯。有啲人咧就決定到咧就三個都要。哦。好似係今日咁啊，決定。好似今日咁。我哋今日係介紹，所以攞曬出嚟。我哋今日個肚仔就已經可以決定曬。但係你試咗個牛尾之後咧，你會明白點解咧？有飯同包都要。明白。哦。佢你呢個麵包咧？個重點咧就係去飲個汁。OK， 我哋會唔會要斯文啲，畢咗嚿牛尾放咗喺碟度先至可以？如果就咁擺落個兜度就唔係咁好啦。好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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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又試下。好。咁啊嗱，砵酒會牛尾咧，仲有一個重點㗎。咁我就而家趁阿 Michael 幫我搞緊嚿牛尾嘅時候，同大家分享下喎。原來咧。佢話同時間咧上菜嘅時候咧就會跟一個馬介休魚炒椰菜，咁啊馬介休咧就好多喺度噶，咁佢話兩樣嘢嗰個互補咧又係好正喎，方姨。係啊。你呢個中意食菜的人嚇。啱我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你記得咧，依家畢翻少少馬介休魚同椰菜 ，OK？ 知道。係啦。真係怪嘅，知道。你聞到啲麥記休魚味啊？我聞到啊，我就話咧，唔知係咪有一日口袋我哋擺咁多啊，定係正常例牌咧？你知唔知咧？我去其他嘅餐廳食過呢一個餸咧，我係揾唔到啲馬家休魚㗎。馬家休魚味，味就有㗎啦，冇錯。你覺得唔該 ，Michael？ 我平時都係咁多。明白。哇！好正。Michael 話：今日我哋嘅四人餐係正常四人份量，絕不因為。我哋喺度拍緊嘢就口袋嘅，但我發覺咧，如果真係四個人嚟食，一定食唔曬，一定要包走啊！呢個正常嘅，正常嘅。咁我哋同埋我哋應該會食比較長時間。係。咁啊，米酒雞有度好啦，我問咗阿 Michael， 佢哋係 serve 一台客，所以你唔使成日睇住個鐘啊，八點交台嗰只。嗯。如果唔係真係冇味道嘅，嘆下酒啊，食下頭盤，傾下偈啊咁。
所以我跟方姨都沒什麼心事談的了，講真的正經好了，又有一杯了，要試了這個潑酒牛尾。其實今天呢有個人呢在我們旁邊吃東西呢，經常陰陰嘴笑不出聲那我們呢終於要揭盅了，其實又不是很神秘的啫，不如開句聲音給人估一下啦。 Hello， 是好 Andy 追個鏡頭看看給你看好啦，這個就是儀長方姨的謝老師，方姨的先生叫方儀長啊。所以呢儀長今天呢他現在為什麼這麼開心呢，因為他已經喝了不少的水果酒啦，又吃了沙律啦，又吃了拼盤啦，又有沙甸魚，現在呢牛尾有沒有期待啊？牛尾我給他吃的第一個時間Michael 筆的啦，你一定要試一下好啦，吃完之後給回我潑酒的味道會怎樣，到時你分享一下給我們好不好？好，那吃了先說吧。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潑酒會牛尾在蓬莱米酒雞呢，一支潑酒36磅牛尾呢方姨就介紹了啦，但是大運哥要講多句，這裡的牛尾是圓條大的，你不會找到這些濕濕碎碎一粒骨那些叫做牛尾，知不知道全夠完整，所以我們四人份量每人有一件大牛尾，那是非常之正，夠了原裝 OK。 還有一件事緊要一定要說， Michael 說他的牛尾呢除了燜出來不離骨之外還要是不散啊，因為外面很多燜出來呢離骨就散開的，當然啦，燜東西那麼高溫之後你不散很難，是啊，所以你的火候是很即是很注重的，不過我鼎力推薦都是要加豬仔包，因為他豬仔包很好吃，沒得頂老師，頭先嗰份牛尾咧就俾你食咗啦。咁你覺得個牛尾你食完之後，你感覺點樣咧？我覺得咧呢、這個牛尾啊，其實最適合我哋呢個年紀人食。我覺得佢哇，比牛扒佢優勝之一樣咩咧？我好容易入口，我容易咬，容易吸收。咁變咗食落去啦，個人好舒服咯。咁啊，仲有佢整得呢個味道實在係太好啦，係原汁原味，所以攞住個尤其係個豬仔包，真係天衣無縫，攞嚟飲汁，咁食落去咧就真係奇味無窮。即係話燜嘅程度啱啱好啦，係咪先？得，啱曬你食啦。好，咁啊，方姨買多兩支杯酒翻屋企，整個牛尾俾佢嘆下。唔係啊 ，Michael 話如果要食就落嚟呢度食啊，因為你翻屋企整你係整唔到啊，因為好難整㗎。咁啊係 ，Michael 啊，講就講啦，你都 run 咗間餐廳8年係嘛？你話米酒雞個歷史都有8年㗎啦，我哋8年。2014年在西貢開，到現在都有8年。咁啊，大運哥今天第一次嚟，就真係感受得到咧，好正宗的葡國菜。咁如果你同翻啲觀眾講下，你哋嚟到米酒雞去欣賞你邊一個 part 咧？我猛咁話好啊，冇意思㗎，係咪啊？我諗個重點咧，都係我哋唔係一個普通啊咁簡單一個葡國餐廳嘅，咁我哋嘅菜式咧係包括好多飯，咁當然有家庭式啦，有傳統葡國菜啦，跟住有啲澳門菜式，跟住咧就有啲殖民地菜式，包括埋你知平時咧你去葡蘭食葡國菜，葡國菜坦白講咧係好濃一個味嚟嘅。我想有很多人，很多香港人去葡萄牙吃葡國菜呢，有很多菜式都未必適合他的口味的。來到香港了，
有很多菜式呢，我們做主試食呢都要挑挑，要就回本地人的口味的，不是下下說這個傳統呢你一定要是要吃這個味的。咁最後一樣嘢咧，就我諗我哋公司個文化、餐廳個文化好簡單。頭先你聽到我哋好少轉台嘅，個原因咧就係我希望嗰啲客官嚟到可以享受一晚好開心、好舒服一個環境去食一餐飯。唔係八點鐘要交台嗰類嘅，楞住呢個文化。第二咧，就希望我哋煮到一啲好食個菜式，俾你哋欣賞。咁嚟緊最後啦，呢餐咧仲有甜品，係我有60款甜品。哇！60款啊！六十款，我哋今晚食幾多款？今晚會試食嗰款咧，就係我哋個甜品拼盤。係。這個拼盤的目的就是我平時有什麼新的甜品出現呢，我就會放上拼盤給客官試的。是。你知道有這麼多款甜品，我這個拼盤每星期的款式都會變的。我每個星期都會變的。哇，那多謝了 Michael 啦。是。那我們試完個甜品呢，我都想方姨和觀眾又分享一下佢今日呢一餐又有咩感覺，好冇？不過俾埋個甜品佢先，因為佢應該都係甜品公主嚟嘅。好，甜品來了。哇，好靚嘅甜品啊 ，Michael。嗱，今日呢個甜品拼盤咧，我特登選咗呢4款俾你哋試嘅。個原因就係有傳統家庭式，有傳統葡國。有巴西式同埋有西式，這個呢就全世界都知啦，木糠布甸，個個都食過噶啦，喺葡國餐廳有噶啦，葡萄牙冇喎，係咩？唔係㗎，澳門先有喎，係咯，我以為係，哦，原來，哦，明白。嗱，這個呢就係我阿嫲交低俾我嗰個橙蛋糕。橙的蛋糕，橙的蛋糕，okay。 這個呢就是巴西椰子 cheesecake，是好吃的，我們的花名叫蒸豆腐，蒸豆腐，最後這個呢就是奶凍，一個西式很流行的甜品，今天呢就配芒果，是我本人呢餐廳有60款甜品，哇，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，包括雪糕。哇，我 Michael， 我聽你說你就每個禮拜都會換嗰個有咩新嘅甜品嘅款式，就俾啲客試下試食下咯。好啦，咁啊，巴西式、西式、傳統式、澳門入侵嘅葡國式都齊曬，4式俱備。咁啊，方姨係我哋嘅嘉賓啦。咁啊，大文哥點都要尊重下你揀先咧。我4款都想要喎，咁點啊？咪每樣你吸一嚿仔咯。OK。即係我覺得咧，即係廚師可以自己出埋甜品啦，就唔係話你知而家我哋有時去放題咧，食極都係嗰啲啊叫糯米糍啊咁咧，有時有啲係即係個感覺係麻麻地嘅。咁因為要感受到一個餐咧，由頭帶到落尾呢個感覺都係好強啊！我好中意咧啲師傅咧對每一樣嘢嘅堅持啊！因為我哋中國人以為咧自己做點心好叻，原來咧我哋做幾多種壽包啊、蓮蓉包啊、咩包咩包，原來你可以化身佢幾十本啊！佢呢個塔上邊咧係一啲椰子嚟嘅，蒸豆腐、椰子 chips， 係咯，係椰子 chips 啊！啊，邊個俾你啊？似唔似蒸豆腐啊？似啊，好似，真係似，得四。但係你 expect 個客真係4個人，每人試1/4度，係咯，然後佢哋會食曬。這個目的都係俾你試咯。明白。但係你真係好 heavy 喎，食完曬4個。啊，唔係喎。你試下呢個 cheesecake。方姨啊，係。咁我哋今日咧好多謝 Michael 啊，真係多謝曬。安排咗一個咧，佢哋話餐廳基本嘅4人餐啫。
基本啊，哇，非常基本啊，係好豐富又好好食嘅四人餐喎。係啦，咁啊。仲有，我係打包咗好多。我又想好似同啲觀眾咧有一個交流啦。你分享一下，你下次會唔會再嚟蒲薈米酒雞咧？嗱，其實講真啦，林律師，你未帶我嚟之前咧，我都有嚟過噶啦。嗯。甚至乎咧，我加拿大嘅朋友翻嚟啊，外國嘅朋友翻嚟，我帶佢上嚟食飯嘅。佢哋咧就好掛住 Michael 啲甜品，尤其是我外國有位朋友叫小寶嘅咧，佢話好掛住 Michael 個雪糕啊，一拎出嚟係噴煙嘅。頭先我食個甜品咧，四種甜品咧，我真係唔識講，係好食到不得了。Michael 話仲有60款，而家我食咗4款啫，即係仲有56款我要食嘅。咁你話會唔會再上嚟咧？會。仲有一樣，佢啲餸咧，我同你講，你揾聞香港咧、澳門，我發覺真係冇乜有人會敢認第一㗎啦，真係。非常之好吃，非常之正，真的很好，衷心的，因為我講真事，不是說我今天來吃東西，律師請我過來吃東西，Michael 在跟我講這句說話，我真的講真心，衷心那句，很好，是，真的很好。我都感受到呢，阿方姨呢，即是雖然啊，她是唱歌厲害啦，做戲又更加啦，咁但係今日一啲做戲嘅感覺都冇。但係我，你知我係唔識講嘢嘅，曾經喺網上邊人話方姨你又唱多啲歌，你都唔識講嘢嘅咁，真㗎。咁就嗱咁啦，大雲哥咧揾到兩位一次又一次嘅結緣咧，其實就好感動嘅，我每一次都係咁。咁當然我對餐廳嘅要求咧係希望我哋嘅觀眾能夠嚟嘅，所以我就希望揀一啲咧。很正常的餐，大家花300-400元一個人吃一餐飯，原來可以吃足3-4小時，非常之輕鬆。而這裡的裝修間隔呢是很舒服的，沒有壓力感的，然後呢大家呢喜歡舉杯就舉杯咯，豬仔包就豬仔包咯。但是我很欣賞 Michael 呢，在每一個餸菜，就算你話豬仔包唔係咩矜貴，但原來佢自己做嘅時候嗰種感覺好強啊！咁啊，整個牛尾咧係全條過，唔好要埋啲碎濕濕啦，唔好做啲煮爛咗嘅嘢。咁嗰條沙甸魚咧，沙甸魚有乜咁特別啊？就係切嗰下功夫慢慢整咧，原來喺海鹽之下咧，個味道嘅感覺又喺度。咁成餐飯令我感覺到咧係好暖嘅，又有一啲葡國嘅風味。不過 Michael 講得啱。如果完全葡國曬咧，大家朋友嚟到，特別香港人咧，可能覺得口味未必最適合。咁啊，至於佢嗰56款未食嘅甜品咧，我就只能夠期待嘅啫。方姨嚇，咁啊，你知啊，如果就咁仲除數計，都仲要嚟多14次至試完。但我諗咧，如果再我哋嚟14次咧，佢又出多60款啦。咁即係話咧，一次又一次咁同佢結緣嘅啦，要。咁啊，原來為食咧一個葡國餐咧，我諗今日都比較長噶啦，介紹得，因為多餸啊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喺睇咗呢條片又中意嘅話咧，又好方便嘅啫喎，尖沙咀美麗華廣場2期1字樓就會見到蒲薈米酒雞嘅葡國餐，亦好容易見到 Michael。就算見不到他都見到一幅相OK，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，好嗎？ OK， 拜拜。拜拜。